大众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大众请放掌。这堂功课是常住上面的开学的第一堂的楞严经楞严经的课程。在学院里面安排的一切的课程呢，你都会发现呢，都有一个"重讲"两个字。也是把我这一生以来自己想要发愿要讲的一些经典呢，过去曾经讲过，但是都没有圆满的这一些经典呢，从头再讲起从头讲起。所以过去没有圆满呢，是因为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讲经中的障碍。当然，我最在意的、最重视的就是在请法师讲经尤其是在。居士跟徒弟之间请法师讲经的时候，他一定要有那么赤诚的学习心，跟真正那心中好要学法的这种恭敬心。尤其是在过去一些在这个跟居士讲法时，难免会有用到一些在外面的一些场地那所有的一切供养人里面供养人的发心是最为至要的。又是供养主跟说法主。两个二心不能和合虽然大众有很多来随学的一些的发心，但是这二主若是不能和合时将来可能会导致就所有一些来学的人在他潜在意识里面，永远也不会知道什么叫恭敬于法。要是供养主都不愿意好好听经，或者是在这个上面因为供养而有任何的一点我慢供高，你看上去好像法师一直在里面讲经，事实上他就在这个耳濡目染之中叫传递了一种声音，就是什么？就是真的好像是出家人要假借在家人的一些发心来捧持出家人冲上台面而已，然后只会张扬尤其是在讲经大经之中一般的大众在初听闻这些经典时不见得能够马上心中就能够跟那些法中的精髓能够相应，但是却在这个世间上的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杂缘，他马上就能契合，所以搞不好就在80天中，永远搞不清楚出家人跟供养主法师跟供养主之间应该彼此之间应该有的角色，尤其是徒弟应该有的那种恭敬心。所以在每一次我发现，不管是供养人或者是这些徒弟们，不能够真正如法，非常欢喜恭敬的请法师，我都会主动就离开主动就离开。虽然会有很多人说，那是自然有很多事情，尤其是讲经没有办法坚持，但我自认为我这一生中，在这一个方法上，在这一个规矩上，我是一直非常坚持的已经非常坚持的。所以这个好不容易回到寺庙里面来，我就把这些经典重新再说。因为毕竟是常住上学院的大众的每天必定要面对的功课，所以这里面就没有过去那一些不必要的一些一定要有的一些表象上的一些的因缘一些恭敬的因缘，这里面就变成学生就一学员一定要听这该说的是要有那个责任感，一定要说，要听的要有责任，一定要听这里面自然这种学风就能够长养成
所以希望这些重讲以后啊，真正能在这些有限的生命啊，将来的岁月里面，真的留下一点啊。尤其在这个末法之中，虽然我们现在讲的这些还是非常卑微的一些见解，但是还是需要啊，把这些卑微的见解啊，再能够啊，在这有限的生命之中啊，再能够传递出来啊，让大家多少对汉传佛教，多少为自己这个出家修行呢，这一个心中的这个发心，你今生闭上眼睛之前都不会后悔，你是真正知道你现在。在你心底深处，你是真正要找得到东西的，你是真正能够相信那个菩提心是尽未来际，你心中可以起身号耀长养的，那这样子将来在你将来生中啊，常住跟学院都没有亏负于你啊，都不会亏负于你，然后在你将来生中啊，你一定生生世世，只要你有还有这个学心存在，你将来生生世世一定不堕三途啊，一定不堕三途，因为三途之中是看不到学习心的，啊，只要有学习心的人，这一个人的心性永远都是什么？常常保持一觉在应觉的，一觉应觉的，他就自然而然，他念念能够不住，念念能够增上。念念不住念念增上的人，他就不是那种感受末梢的那种执着厚重，只要没有感受末梢的执着厚重，将来所见的世界自然就不是三途，自然就不是三途，更何况你没有那种厚重时啊，因为你心中有那种学习心，所以你将来生生世世所生之处就一定能够看得到道场，看得到你学习的地方。什么世界有道场跟学习的地方？人间天上，就是人间天上，不是人间就是天上，啊，这个还能够在学院常住上，啊，在学院中还为你们啊能够保任，能够为你们负责的，所以常住跟学院不会亏负于你，所以大众学习当下，那也不要亏负了自己的良知，也不要亏负了这一生中啊你走这一遭啊，走这一趟啊。我们这些杂话少说，现在来看啊，讲楞严经之前呢，我把我过去啊曾经啊写过一些啊在楞严经上的一些简单的一些啊这个心里面的心得啊。做我讲经的开经的前言啊，前言，因为上次在讲楞严经时啊，有很多人对楞严经的经文呢并不是很熟悉，所以要是从头到尾一字一句这样子不断的这样子慢慢的这样子解释下来啊，大家在潜在意识最初听经的时候，可能在心里面上的还没有一个半点的轮廓，就算是有很多的法师，你就读过了楞严经。但是没有在讲经之前再把这个轮廓为你提醒起来的话，可能你也不能够明白你那个经中啊，你每一句每一句这样解释时啊，你这个经中你如何在当下听经时如何串联，只要每一次在当下不知道串联，可能将来听经啊你也就会觉得非常茫然啊，就会非常茫然，也发起不了你的好药心。所以我先啊用这个开经的前言呢，先把这个整部经典里面有一些的它的方向导引啊为大家先提息啊现前啊。先看第一句，道至明晰啊，道至明晰。这个道当然是讲到我们根本心性本来面目的本来的大道。为什么叫做大道呢？那个心性之中的本来的湛明，那是一切万法最初的开端，也是一切世间万法的根本的缘由。所以从它的开端到缘由，这个中间所有的一切行持行始，所以一切理事庄严，那就是大道而已。所以道字从手头手的手一个走字旁，它是一切万法之所尊之所投手，然后行持，能遍行天下，能安布于万事，那就是大道。那这个大道当然是讲到你的根本本来面目，也是讲到这一部经中它根本的精髓，要提醒大家要照见自己本来念念之间，要打本，要还到自己，看到自己本来的心性的这种发心。那你要至明晰，这一部经文中所讲的这一切道理啊，那是直接直截了当啊，
直接告诉你自己的心性如何让行者在最初虽然心中还暧昧，不知道如何去面对时，已然为你种下将来你一定能够明白如何下手的方法啊，下手的方法。所以经文是讲到最毕竟占明的根本的道理妙谛。那在这个妙谛道理之中，也传达的就是传授一切行者从最初机念念来学当下，都为你开启了将来必定你能够直直深入的方便之门，所以叫道智明系啊，道智明系。那这个智啊，有你将来归往的这种现象，归往回头的现象叫做智。那也有它根本之中本来它就能够片缘的心中的智大，那片缘的智大也都是智。所以没有的根本的片缘本来的智大，你也就行者也就不知道如何在这些从凡入圣当下你如何起心啊。那不知道如何起心，当然也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智。那明晰两个字，从最初的本名，这部经中的本来的书所说的一切精神之中的本来的精义之中的妙明，那也就是启发一个行者念念之间回家时心中耗耀的心里面的接引的光明啊。这个就如同上一堂课讲到金经开卷讲到那个明光二字，你一定要看到心中如是的妙明。你不懂根本经义之中所要传递的本名，也不会起身如是耗耀指引的妙名。所以这里面二者合叫道智明晰啊，道智明晰。整部经从哪里开始？从庆喜是堕是开权啊，庆喜阿难是也啊，阿难是也。是堕是什么堕？就是在经文之中啊，就在阿难到处托钵啊，到了摩登伽处啊，受到淫事之中的这种惑浊啊，差一点呢、啊、就破了他的清净的手持清净的戒律。从这里开始啊，做整部经的最初开始的开经的方便。那也就从这个开始之中，念念之间为一切行者也为一切万事后人呢、啊、留下了一个真正开智慧的内言的深意。也就在堕落当前，你都能够念念之间都能够明白你的大觉心地。你若是不能够明白你的根本的大觉心体，你要在一切起心动念当体就是堕落的这种事例里面，你永远难以处理。因为觉心现前就是感觉，感觉就是随尘，随尘就是什么？随尘之处那种势力啊，那种心中的不断的向往淫意啊，那就是淫心，那是最初的淫心。所以整体的根本觉心的清明，你就甘心被现在感受的种种幻想这种气氛为它飘鼓淫荡，为它淫荡，而淫荡了你的根本本来的面目妙明，那是最初的淫心。那为什么要用阿难来示堕呢？因为阿难叫佛事者。所以这里面的经文每一个人事物他都一定要安排啊，才符合你将来一定能够开智慧的所有的一切因缘。什么是佛事者？那是已经知道念念之间是佛的人。所以他不是跟一般的凡夫在感受上面随感受的势力流转淫荡的那种淫心之中说话的，那是一个以佛事者念念已然知道在心底念念佛事如是本来面目，念念是佛的如是发决定心的人，岂如是大因缘的人，在现前的起心动念过去凡情的飘忽淫荡当前，他已经就在如是当前，过去叫淫荡，过去叫做淫，但是就在这个淫中他已经念念懂得回头是佛的人。你在念念回头时，你也是看到什么？看到现前的念念过去在凡情之中必定所起的那种贪染，那种爱淫之中的种种势力。所以将来你如何真正能够在自己起心动念里面念念慢慢的体会你真正本来面目的清明，那还是在你过去每一个起心动念他已经遮蔽你心中的根本大明的这种势力里面去体会清明的。所以这个叫做难行能行的。
没有在这个上面，你也永远不会啊，一辈子也不可能到照见自己的根本面目的。所以要在这个上面真正能够体会自己根本面目时，它还有一个第根本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缘，就是什么？一定是一个是佛的人，一个懂得念念是佛的如是行者的发心。这也同我常常讲的譬喻一样，镜子现前就是镜色向外的飘骨淫逸，这么大的飘骨淫逸，种种的幻觉，其实都是镜体的光明嘛。你将来要在哪里找到镜体？镜体无形无状，也无形无色，你就是在过去让你飘骨淫逸这么强烈的势力里面，你念念已然懂得是如是本来镜体的作用时，是就是擦拭的是，那也就是服饰的是，也可以写成服饰的是。你能够懂得原来这一些势力其实就是镜体，必定能够随缘的作用当前，你将来就在这过去这么样强烈飘骨淫逸的势力里面，你看到的是佛。所以这个过程叫做什么？叫是佛，就是念念之间在擦那面镜子，是佛的是，是服饰的是。但是是佛的意思，我就说你在擦那面镜体，你看到是镜体。所以既然是如此，一定是在哪里说这部经，如何开智慧，如何直下直截了当告诉你怎么样在你过去必定要流转的过去众生业感之中，你如何当机立断当下回头的照见自己根本本来面目，那就是阿难识多，是者识多。为什么是者识多？就连你这一念心，你也是天天看的都是你过去起心动念的淫逸处嘛。你不能够明白这个淫逸，你也就不能够明白决心嘛。就好像镜体之中之前你不明白那个镜色的飘骨淫逸的势力，你也不明白镜体。过去在这个势力之中，你因为没有发心故，因为不是行者故，因为不是真正要找到镜体的人的这种这心中的这种导引故，所以你看到镜色就是流转。将来已经是一个发了愿力要回家找见自性家山，找到根本本来面目的人，你再看的还是镜色向外的淫逸处，你能够明白那个淫逸的它的根本的本末因由时，你能够真正体会它那个淫逸跟飘骨的势力是如何呈现时，你已然念念已经踏上归途。所以这里面你要在哪里下手，就是这个识多中，就看到这个事多中，你看错了，就是感受之中念念随感受不同的感觉的这种淫事啊，淫事就是什么？每一个感觉就有每一个感觉的氛围，每一个感觉就有每一个感觉的轮廓，那如同一个房间，一个时空室。那就在这个感受差别的这一种这个空室之这个空间这个房间之中啊，你就感觉随逐这种感受一直在向下，一直不断的追逐贪婪，那就叫淫事啊。但这个淫事是什么？是这个事就是房事的事啊，屋事啊，就是房屋，房屋那个事，教室的事，淫事啊。但这个淫事是什么？这个淫事它里面所有让你一直不在这个一直在这个上面气氛上流转的，还是你先犯天咒啊。什么叫先犯天咒？大觉心体它一定能够入世随缘起生感觉，觉心在起生感觉时其实就是觉，一体都是觉，只是在觉上它一定必定能觉故，所以在觉中你似乎就有了感觉的似乎的假想面貌。但聪明的人在这个感觉的假想面貌当前，他都还知道就是觉体啊，都是觉体啊。可就在这个假想面貌当前，就是什么？就是觉体必定能入世的最初的清明嘛。镜子这能照色，镜子照色就是一点上，就是一体。就在那个一体上，镜子照色时，就有了入世的最初的清明嘛。那个清明是什么？虽然能照青照黄照赤照白，但它是清楚不凡，它是最初能入世的最初的根本叫仙，它是根本清明的不凡叫梵天，那是念念之间必定心体能够入世的根本的心中清明的大咒啊。但就在这个梵天咒
他一定能够随其种种感觉的这个势力，本来是你的先犯天咒，可是就是这个咒中的势力让你躲在银室啊，就是一个一个差别的感觉。所以摩登伽女用的是什么？摩登伽女是用的先犯天咒射入银席啊，射阿难入银席啊，就是你潜在那种感觉之中，随逐那种感受的那种音符，音符就是女相，那个音符随的感受一个一个清楚现前，光鲜现前的时候就是摩登伽，光鲜现前就是摩登的，就是摩登伽，就这种音符之中，其实它就是你根本来的心性中的先犯天众的清明，可你看错清明，就变成摩天伽女的摄入淫席的咒语。决心就在这个感受之前，本来是觉中的清明，可是变成感受时，整个感受啊，把你整个觉体，觉体遮片，觉体啊，遮片。所以你在觉心上仔细思维，明明是觉体变成了感觉以后，它就变成了感觉的这一个体面，然后这个感觉这个体面呢，它事实上就在哪里？就在你觉体的表面，就在这个表面上。但是就在这个表面上时，你却忘记了觉体的表面，将来你就随着这个感觉的这种淫逸贪爱，你随着起身幻觉的贪爱你去流转。所以最初的这个感受现前时，它都在哪里？他都在阴宫伏魔，你的觉体，任何感觉那种相状就叫阴宫，所以它从一个身一个宫，它念念就在你的觉体上伏魔的。你看错了，从此以后失去你根本的清明了，失去你根本的清净，叫做将毁戒体呀。就那一念之间。在这么样强烈的阴宫伏魔将毁戒体的阿难视线，谁能够在这个上面能够照料，能够拔出微佛事者？所以就是跟他说的，就是跟阿难说的。所以这一整部经就是在这一个心念之中。所以要是把阿难到魔遇到摩登伽这个中间的所有的经文的公案，你都能够把它整合省会在心性之中，看到心性之中原来都是如此时，你就明白为什么古德说开智慧的楞严。那是一个行者念念已然在什么呢？能在根本现前的最众生业力最刚强处启程，直下担当的大回头，照见根本妙战本来的自信金源，找到根本的源头，找到自己的本来的原始啊，那才叫做大教，那才叫大教啊！所以他叫庆喜示堕十开权，就从庆喜开始示堕的时候开始，这个讲这部经文的所有一切的方便。前面是直宣自自公斋法，所以整部经中在哪里想讲到解下时啊，佛集合大众啊，做自自啊，也就是自自，也就是我们讲的欢喜日，解下的时候啊，是解下的时候。下这个字在中国字的解释上叫做什么？叫做五色鲜明。五色鲜明是就是什么？就是一切世间感觉，所有一切的感受，五音真容之处啊。那叫做下，所以你看到这个当前时，也就是众生堕在世间之当前呢，心中随逐世间的种种感觉，追逐那些相状形态，那心中最炽热处。所以夏天也是傲热时，那傲热也是有什么？你心中追逐的炽热处，因为你心中有如是追逐世感的炽热，所以世间也就了就分明的四季的种种分明的差别。春天是心性能够随万物的最初的开发，所以春天到处都有生机。这感受也就是在春天，你感觉到觉心起程感受时，最初起程处就是你的春分，它能够滋润一切万感。
感受既然能够滋润，所以现在马上就现前，现在现前处，就现出那个感受来时，你马上就会发现心性就能够马上向前，就抓着感觉，那种感觉变成真正以为是实，以为就是真。光以为是真呢、啊，用目真，眼睛看的目真，目真都还叫嗔，嗔都属火。何况你追逐这个感觉，以为是真实，那种鲜明鲜荣处，那就是下，那就是热处。然后在这个上面，什么多泛生灵嘛。所以夏天虫蚁也多，在里面就滋生太多，你心性中滋生也多，然后你就在泛生灵。所以夏天在世间感受之中，因为多泛生灵要护身故，所以夏天就要节下。节下的意思叫节制，所以相状都叫你节制，在世间法中的面目上面叫你节制，在心性中的节下那也叫节制。节制什么？节制你所有的一切气心动念再也不随感受的炽盛之中，你念念要分明哪个是你妄想之中的炽热，哪个是你念念回头的当下的截断节制，那叫做节下。所以这个时候他不会到外面去托钵啊，因为这个托钵当前呢，就表示说你这个觉心若是还在外面托时，你只是随足感觉说觉，叫做托钵。那这个托钵是你容易堕在感受难以自拔，难以应量，因为那凡夫当前呢难以应量。什么叫难以应量？应量，我不讲那个钵叫应量器吗？你要是真正站在行者站在觉体上，你在感觉之中，你就知道虽然你现在看的是感觉，可你就知道它就是你的觉体，所以你能够应如是量，当前你也能够体会都是觉体，因为你是体会觉体，所以觉体反过来它就能够应如是，不管感受是黑是白是好是黄还是好是坏，它能够应如是量，能够感应如是量。假如你忘记觉体就不能应量了，你在前面的感受之中你只能随它流转。为什么能够先进一切感觉的应量？镜子为什么能现随缘现黑现白，能够应量现前，应它什么量我就现出什么量来，如是应量现前，是因为它念念之间正在应量处，它不失镜体的作用，不失镜体的作用就好像托钵回头，那叫化缘。可这个时候在感受最炽热时，所以佛智也就是让世间行者也不脱钵嘛，那时候也能够会容易伤一些生命嘛，生灵嘛。如刚刚讲那种心中的那种潜在意识，你追逐感受那种生态的那种滋生，就如同世间上夏天时的那些毒物小虫，你永远都在那边不断的触脑啊，触脑叫伤害啊，向上就是杀死杀生的。前面就是什么？前面叫心底深处就是什么？就是触脑，就在那边伤害，所以叫节下。所以节下完了以后，就是在节制。节制什么？就是念念之间，在感受最强烈炽热时，你念念不要忘记你的觉心在哪里。你念念不要忘记，这么样强烈的当前，不是强烈的感觉的后面有个决心叫决心在哪里，而是要你去担当强烈的感觉，当体就是决心。所以为什么过去圣人辈出之时啊，节下一个三个月的节下，都有人能够明心见性成佛做主啊，大彻大悟。所以他不是节下只是在里面不要出门不要托钵你大彻大悟，但是真正念念用心，念念在节下，念念节制嘛，念念节如是根本心中的最炽热处。所以就在这个节中，在节下就是节下，这个你在感受之中已然都知道是觉时，你才能够什么？你才能够在身中啊听身举罪。自就是我们常讲的结魔，自啊，自自日，那是要听身举罪的。什么叫听身？你要知道你是要依止身行举罪的。身行什么叫和合身？身行叫净持人，你不是放纵你凡情的心态在这边举罪，我说你什么罪说你什么罪的，你是要依身举罪。依身举罪是什么？依你的净持相。你过去在觉体当前，你若是忘记了觉体，背离的觉体，你都随逐感受，叫做犯，
就叫犯身，犯就是犯过的犯，犯法的犯，就叫犯错了，叫犯罪了。罪我们常讲的罪怎么写？罪，不要说真的找他的部首，我们就用这个眼，就方便说，他就让眼目的目倒下来了，以下皆非，所目皆非，眼目倒了，所目皆非。什么叫眼目倒了，所目皆非？明明你应该站在觉体看感觉，但你却忘记了觉体，你追逐感觉，那感觉以为你自己以为的所见，那就是罪啊。所以地藏经才讲啊，起心动念无不是罪，无不是业啊。你就是看错了，因为看错就在上面起成种种的幻觉。所以你要站在哪里？站在静止，静止就是在这么强烈的感受之中，你历历之间都要依大觉心体，你根本变本来面目受持，那叫做僧嘛。所以你真正能够这样子在结下的人，他才能够举罪，他知道心性是怎么犯的嘛，所以他才会知道原来在觉体上面，那我因为一止三宝故，一止僧团故，所以我常常弟子常常念头啊，就不依如是正法，不如法受持，念念还在追逐种种妄想，所以他叫举罪啊。这种举罪啊，自治啊，不是只是在跟你处理世间的一般的生活状态啊。假使是处理生活的纪律，你啊，你讲他错了哪里错了，他讲你哪里错了哪里错了，那这种日子还叫做佛欢喜日啊？佛一听你们一天到晚都在那边举罪，大家都那么多错了，我的弟子一天到晚做错事，佛还很欢喜啊？那就不可能是佛欢喜日了。所以那个举罪自治，就是根本在觉心上面，你已经明白过去是怎么流失的，背离觉体的这个举罪呀。所以有的时候你自己不明时，僧就是大众僧来告诉你，仁者你错在哪里。那自己若明时，也要向僧中表明我错在哪里。因为我向僧中表明，我对的是僧，不是对的哪一个个人，对的是僧，对的是三宝。我向僧中表明，表示说我念念已经懂得净持，但在净持上面，我为什么还随着感受流浪、放逸流转？所以心知，只知道如是罪业，知道如是惭愧，忏悔。那这样子去自治，每一个人念念之间都能够拔其困障，见其现在所堕，将来必定成佛，当然叫佛欢喜日嘛。所以那一天一定是佛欢喜日啊，所以不是只是像那个每天举罪啊，举罪就是啊，你做错什么，你不该什么，你怎么样，一天到晚这个口气不好，你怎么样的这个态度不是太差。那佛会欢喜才怪了！你像我这种薄地凡夫，我都已经被这种气氛搞得这20多年来已经颠颠倒倒，对，一天到晚，你看我都经都是要重讲的，就是因为这些弟子从来不听我讲话，就在上面是是非非，害得师傅到处流浪，讲经都变重讲，最后还在外面到处讲我，叫我叫做不坚持，我要坚持就没有升格了，就没有升格了。我就是为了这个规矩坚持。你是弟子，就应该有弟子行弟子礼。哪有说在讲楞严经，做弟子的、做供养人、做道场布施的人，不来请师、不来顶礼，光不来，怎么请都不来，最后还在大众面前讲说我没有时间听师父你讲经，那你还供养什么？你这种气氛带下去，那下面来都叫什么？都叫样板戏了。所以我说离开，我一离开，你看后面都是骂我的，这也是我的业障啊，说我不坚持啊，那我也认了，我年纪也大了啊，这么多年来我早就习惯了，因为现在的人呢，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求法，也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为了了脱生死啊，甚至于连在道场之中，他以为在修行，自己都还是跟自己开玩笑，潜在意识里面都是讲演，在自己在演样板戏，样板戏欺蒙自己。所以这个叫直宣自治，直宣你怎么自治嘛？就在解下中怎么自治嘛？你明白这样子举罪，你下面才能够听闻听得懂阿难为什么远游，别请远游嘛，为还呢？他为什么能在解下那一天去远游呢？独受别请呢？佛制的解下都不能独受别请嘛，你怎么能独受别请呢？
还能够远游未还呢？结下当前，应该还有什么知识？还有这个上座或阿舍离啊，随行嘛，还能够独自己一个人出门。那要这样子讲的话，那不是阿难就在解下之中，解下当前就是什么？就已经犯了种种的这个过失了吗？那事实上不然，他不是在阿难的行为中说的，他是在你心性中说阿难的。因为你明白这个字字时，你明白念念之间在举罪时，那就是刚刚讲到，刚刚你明白那个逝者，那知道这个举罪，知道这个资质，那你念念看的还是在哪里？看的还是你现在每一个念头必定能随感觉的独清处嘛，别清处。觉心在哪里？觉心谁有现前？觉心任何时间现前都是别清处，觉心无形无状啊。你觉得好，啪！你觉得好，从好中说觉，不是别起吗？你觉得坏，啪！到了坏，从坏中你说有觉，不是别起吗？可这个别起之中，你已经在这个上面念念擦拭你的本来面目了，念念已经服侍你的根本的大觉本来本性体了，那叫独受别起，那是阿难独受别起。我们都还没有资格独受别起啊！你哪有资格独受别请？你别请你就堕了，你还别请了，远游未还。这一念心，你看觉体当前，刚才讲的觉体无形无状，你随时看到都在感受的远游中，在喜之喜，在怒之怒，它永远在千变万化当前，永远的千变万化当前就是远游啊。可就在这个远游当前。直下正德就是归家处啊，不是远游后面还有一个回来，是直下正德就是本来面目啊。那么远游未还是什么？你看到那一念心，永远都是在那些千变万化远游中。所以你能够看到那念心千变万化的远游当前，你就变成了一个行者当下的抉择嘛。你在远游当下。你是不是直下就能够知道它就是你的本来面目，还是你在远游当下，你念念背离你的根本的大觉性体，这叫自智吗？这叫自智啊！这你已经知道罪过在哪里了，罪业在哪里了，这叫自智啊！所以你明白自智才能讲到阿难啊。就前面的经文都是讲的自智啊，供斋法，供斋就在大觉性体的摄取。所以那天解下的时候，释迦牟尼佛也在教所有的弟子跟大菩萨印诸斋主。因为你能解下说，为什么印诸斋主？过去在感受现前处，不管感受的势力再强，或者是感受随逐种种气氛以后，已经打散在感受最末梢的种种泛滥。感受的势力强，那就是世间小王；感受的变成种种感觉之中的后面的糜烂，那就是人糜烂，那就是冥想。过去在感受现前时，我说过你就是流转。将来你已经明白，懂得在解下当前，在下热当下，你已经懂得知道节制的人。你懂得节制，不是感觉跟你从此以后一分为二。你懂得节制时，感觉就在当前。但是过去为什么感受在当前时，你就是流转呢？因为你不知道是觉，你不懂得节制。今天你因为知道是觉，你懂得节制时，那每一个感受还在当前呢，它在当前变成什么？变成斋主哎，他念念之间就是什么？他就是在供养你的大觉心体，他就是在，他就在滋润你的法身的，那就是斋主了。那你在感觉中，你在虽然还是看的感觉。可是感觉当前你就已经知道是觉体时，你这种行为念念之间在哪里？在负斋、应斋。所以为什么讲到阿罗汉才能够真名叫应供？因为他永远都在一切感受应供处。谁能说应供明白大觉体的叫应供？因为每个感觉现前处都叫做应斋时，所以斋者叫起也，斋者叫进时。你要明白这个斋法呀，所以你不要以为是只是世间吃饭的。为什么叫我们去应诸斋主？你以为出家人出家了以后就要应诸斋主啊？虽然我们现在在自心自性上面还不懂得我们这些道理，还没有证得这些道理，
但是就在你日常生活之中，拿你现在用凡行的行者的一切意识，我以为有用功，你还要懂得如何去面对你周遭的一切因缘，去如何去从你最初的那虽然心力还很羸弱，但从羸弱的最初的心力就要培植你逆逆之间要如何懂得利益一切周遭的因缘，那叫应住在主。你能够发这个心，将来你也能够证得在一切缘起当下，你才看到真正的斋主斋法在哪里。所以理不通时先借事啊，借行仪啊，行为跟仪轨，让你慢慢在生活环境里面建立自己的责任心，建立你是一个出家一个行者的这个名目，你久而久之才会发现，它不单只是世间行为，到斋主家吃饭嘛，他的目的是要利益斋主嘛？那斋主就是什么？就一切法缘嘛。那在一切法缘如何在法缘当下救俗之时，因为法缘当前他们叫俗人，救俗之时你如何导引他作为归家利益，你在事相之中都有这样发心，将来你在自信当前每一个成像现前处，你都就当下骤然还家。你在骤然还家时，你也是什么起心动念念念之间应住斋主，那叫供斋法呀。因为这样供斋法，所以他才能够辨别请而独宣，才能够讲阿难嘛。所以刚刚我已经把阿难这个后面的经文讲上来了，一是叫你先懂得阿难，你才能够懂得为什么要辨别请。为什么叫别请？因为你要是忘记，就是别请，那个斋主当前就是一切感受的别请。但你是在哪里说将来在是佛之时哪里说回头的？你决心不是说在感受当前有一个叫做决心，那你从跳开这个感受回头的，那是根本不懂得佛法的人。将来你就会慢慢体会到，就是你在决心当前，因为决心无形无色无状，它随你现前的感受，随你现前感受就是随举一相，随举一法，再喜说喜，再怒随怒说怒，就是现前的感受，是别请。可是就是这个别请，就是归家处，就旧路还家。旧路不就是独玄吗？他不用在这个上面了解什么叫众吗？旧路还家不就是独玄吗？你就要担当现在的感受之中，不管再好再坏，就是觉旧路还家。你将来真正能证得，你有将来真的慢慢心熟识啊，你不要说将来一定大彻大悟，多多少少那个法喜，你真的会发现你一样能够知道种种感觉，但你已经不是过去沉重势力的这么厚重了，你才能够体会到心中原来根本清明的，所以才有如同这个过去那个大文豪叫什么讲的那个牺牲尽是广长舌，我怎么一下忘记了名字了，那个跟佛印禅师啊，苏东坡是大居士而已，他也没有什么明心见性，但是心性如是，念念之间在正法如法中参时，虽然没有大彻大悟，没有明心见性，心中都有类似的清明现前的牺牲尽是广长舌，三色无非清净相。你心中清净的时候看一切都清净的，但你常住如是清净就是善人了。你在听到任何的声音，你都会觉得声音你不清楚吗？车声水声男声女声什么声都清清楚楚，这么样清楚，可是我觉得清净。你天天在用啊，可你就常用它不得嘛，因为你用到天天心境都如此，可你就不认，你就认后面的分别。所以哪个不是独玄呢？哪个都是独玄呢？都辨别起而独玄。所以当下就要你旧路还家，你将来就是能够在一切感觉之中，你念念之间不断的提起自己感受现前处，这是觉，这是觉。纵然现在这一念声音还很羸弱，你在感觉时还是会被感觉这样子不断的还随它流转，还随它的势力颠倒，但是因为你懂得要去观它就是根本本来面目的觉体，所以就在这个跌跌撞撞，每一次的跌倒就每一次爬起来，每一次爬起来又一次跌倒，就在这样子前仆后继当前，总有一天你心性大熟，修行就修行在这里，
出家人的伟大，伟大就在这里。他能留一点心性之中的本来面目的道理，他就是为一切将来后世后代一切凡夫开甘露法门呢、啊。他现在都已经不懂这个道理了，那当然就不叫开甘露法门了。讲到阿弥陀佛都变成他方的神明来救济你，所以你就知道这已经真的是要到末法了。你要是真正知道原来这一念心时，你念阿弥陀佛你都比别人更精进，因为你知道原来我念的是心，既然是心，所以心没有离开过现在的事相跟行持，所以事相之中当然就不包含世间相跟世间的所有一切名相，所以我善用名相，因为它都是决心。我用好人的名字，常常心中提起好人的名字，我就发现因为常常心目照现如是好人的名目，他还不必跟你传达多少道理，因为你至诚恳切看到这个名目，将来你心性之中就能潜移默化启发你，自然就懂得什么叫好人的一切道理。为什么？因为决心就是如是故，因为一切法都是心故。你要是念念看的是恶人，念念看的是凡情，念念看的是凡夫的日子，你就永远跳不出凡夫的那种巢穴。为什么？你就是从觉应觉嘛，你天天看到他，将来你就是从这个天天看到他上面起成种种感觉，你整个都是这种凡情的感觉，你当然认为这凡情是真，凡情就是不可出离，凡情坚固，凡情刚强，因为你天天看着他，将来你有一点愿意开始学识，有一点声音现前告诉自己是决心，这就是法华经讲的唯此一事实，于二者非真。什么事实？愿意用佛之之见看一切之见，这也就是什么过去在感受之中随的种种差别叫做事，意识的事。将来你在意识之中你要明白那是知，知是什么？知是一个知道的知，下面一个日，你光是知，知只是事的种种表象，意识的表象。你可以知，但你要知道一切知都是心中大照所照现的知，所以一切知中不要忘记了它能够衬托这些知的这个大照，那叫智。你要是忘记了这个大照这个日，那只能叫做知。所以在一切知中不一定是智，但是在一智中它一定是一切知。就中国人写字的中国字中都已经告诉你将来的下手处了，所以这要辨别起而独玄。所以在独玄之中，阿难呢，就这个精神，这个整个的经体的精神就要放在阿难体上了，那就是佛事者体上。佛事者因为他在是佛，因为念念是佛，是佛当下就在决心上参，他当然不会什么，不会有不平等。所以阿难发愿他要起食嘛，不是回来的时候要起食，起食以后他不要像这个大迦舍跟富罗那一样，一个大迦舍是只能够度贫，富罗那是只能够救济于那个就是能够拔济那个富人，所以他要托钵时要均贫。那这个里面看起来听起来好像就讲到又是世间故事，世间的表态一样，托钵是要均贫，我不见得一定要到富人家或者是穷人家去起。那也是告诉你什么？也是告诉你心性在如是感觉之中，你已经懂得应斋当前，你念念就在应斋当下开始念念反光，念念反熏这件大觉心体时，这样的托钵当下，什么叫做贫？你不是只是抓着感受托钵，知道感受回觉，感受是什么？感受是觉体的最末梢、最贫瘠处，所以是贫。所以你不是说只要去向感受另一个名字，向感受上让他回头的，抓着感受回头的，那就度贫。那也不是说你知道原来觉体是最富庶处，它是一切感觉的最富足地方，你站在觉体上面再看到自己去托钵的，你站在觉体上看到自己托钵，那是富罗那。所以富罗那在觉体上看一切，那叫说法第一。大家这是站在最后面的感受之中念念回头，那叫苦恨第一，因为感受一定是最强烈处，在这么强烈处你要回头是苦恨第一。那阿难说的这个均贫是在哪里说？是告诉一切行者，
你觉得心性的富足，你不是站在富足上去看感受的，而是你知道富足当体就是感受，它中间就不再说脱。你站在感受的种最贫瘠上，你不是想要把感受拉回到觉体上来的，你是知道原来觉体感受当前的贫瘠，当前就是觉体，那叫度感觉。这里面有维系的表法呀，已经告诉一个行者的心态，你在每一个念头的下手处，那个观想时，我们因为过去是凡夫，都会有这种潜在意识里面的自我的这种分别，而现在是感受，我要知道它是觉体，所以我看的感受，我要念念告诉他，它就是觉体，它就是觉体。虽然前方便你会这样做，因为心不熟，你会自然而然就有这种心底上在道理上的分别相。将来你心熟的时候，你就直接感受就是觉体，你就慢慢就能担当直接感受就是觉体，直接觉体就是感受。你但有还有这种过往之相，就叫心不均平。你要有这种过往之相，表示什么？你念念还是背离大觉。大觉嘛，既然是大觉，觉的贫瘠处是觉，觉的富庶处，富庶就是觉体本来它能够担当一切万法的根本的心中的具足，那是富庶处。因为它有担当一切万法的根本的具足，所以它才能够起成差别种种法中的呈现呢。所以起成差别处就是表明它具足处。要知道如何具足，就要在一切差别念念清晰嘛，这才能够把一个心性讲完。所以阿难知道要智要均平，但是智要均平还是什么？但是讲到虽然是佛事者，但是还是在凡情之中了。所以他要如何智均平之其满？其满啊，就是这个化缘化度当下，必定什么？必定不要有任何心性上面的半点遗漏，叫做满，叫智均平之其满。但这个其满当前呢？为什么我刚刚讲说，他必定还是虽然发如是的心，在你心底深处这一念之中要发如是心，但是你永远要记住一件事：你在发如是心，懂得如是回光时，懂得如是道理时，那你就要开始回头面对什么，担当什么，担当一切感受在你眼前势力最强处，势力最强处。所以你虽然知道要均平。但你马上就应该要知道今天现前的一切感觉，你就要面对一切感觉最强处，因为你要是站在复数上说均平，你要担当势力最强烈处的感觉；你要在感觉上面最贫瘠处说均平，你要担当眼前的最强烈处。因为觉体无形无状，你能担当就是现前，就是当下这一念嘛，不是当下就是现前处。所以就在这个当下。潜在意识里面，你都要具足了一个行者的发心以后，你还要知道那印量了，印量就是托钵，显印量于欲前，都是感受最强处于欲前，所以他面对的就是什么？淫事摩登伽旅啊，就是这一点啊。你将来面对的就是感受最淫事摩登伽旅，但是在淫事跟摩登伽旅的时候，不要忘记你前面不是发了至均平之期满吗？所以这个经文呢，写到这里你就知道为什么讲的摩登伽旅摄入淫习，因为你念念都在这个感受上去体会的嘛。所以在感受上的体会时，若是有一念惶悚，你就是在淫习当中了，这个感受的正列当前了，百正百列当前了。但是这么强烈的正列当下，你就回头啊，那就是什么？就是修行啊。这么强烈的正列上面回头是怎么回头的？你知道吗？是因为你念念是佛，决心回头的嘛？你明白大觉嘛？但是决心里面还不能够少一个相啊，什么相？因为你念念之间是佛，你懂得是决心，所以你在这个感受遇前这么大的势力里面，你自然就从决心中好像就有一个力量，就有一种声音不断的提醒你嘛。这种力量跟声音是谁？文殊持咒往护，叫大智现前。你若是潜在意识不是是佛的人，你根本念念之间不是是佛的人，看不到决心，你在感受这么样强烈的感觉之中，就没有一个声音，没有一个好像咒语的力量提息。所以为什么经文
里面他不讲说释迦牟尼佛知道以后直接嘛，那不显神通就好了，直接持咒王护王提讲阿难，却叫文殊持咒提讲阿难，还用讲奖励的讲提讲阿难及摩登伽同来佛所，还同来。这里面有一个文字你都不能够不解释的，每一个文字你都不能够混乱的楞严经，那才叫开智慧的楞严。因为这一念心，阿难跟释佛的，还有这个御前当前的势力，他就在那一念心上，绝对不是二，所以叫同来佛所。就同来佛所，所以叫显运量于御前。逢灯伽时信缘，你看到灯伽，灯伽我刚刚不讲的说，就是感受最强烈处嘛，就每一个感受，这就摩登，摩登刚好这个用到这个。做现代人讲话，摩登不就最显明处吗？对吧，最心潮处，心就心心变化，心潮势力强大，感受最强的摩登伽，伽就是人在里面加加法，人在里面造作，摩登伽。所以你看到这个御前时，看到这个势力时，其实就是什么？其实就是你根本觉性必定能够达远的作用嘛。达远心性现前处，就是随缘的时候，随缘就叫达远嘛。所以逢灯伽时性缘，时就是根本就是你的性缘能够达远的作用，可是你却看作就变成了御前了。那另外一个就是，假如你已经到了真正已经随逐那个欲望了，随逐感受的种种势力了，那也就是什么，也是背离性的，背离自性，那也叫性缘。所以这个信愿都有两种标明的、标杆的、指针的，一个是你知道原来它就是自信之中必定能达远的作用嘛，达远之时再黑就现黑啊，有黑的势力、黑的作用、黑的状态啊，再白就现出白的势力、白的作用、白的状态啊。所以而且不但是现黑现白都各显其态，而且它能够举体啊，现黑之时举体成黑，现白之时举体成白。你看做这个举体时，那叫做入银饰，你明白那个举体时，那其实银饰都是你必定打远的作用啊。但是你背离了这个作用，那真的叫信缘，这个信缘就是什么，从此以后远离自信了。所以这里面你要体会这两种方向，所以逢灯伽实性缘，假如你要站在这个上面，知道自性之中是根本达远的心性，将来你在一切感受最强烈处啊，甚至于你心中都还想说怎么办，这感觉这么强，我就是跳不出去，我就是找不到自性，我就是找不到我要用功下手的地方，我就是体会不了我怎么样开始去参，光这些声音啊，我就是找不到，你就知道找不到，就这句话当前也是觉，我就是不知道下手是去参，这句话当前也是觉。他就是习惯在每一个心念起身，任何声音任何状态，他念念拿觉来面对，供养他大觉，这叫做供养他方十万亿佛，供养一切众生，以种种大觉体来供养他，就是一切你自心中所起的感受，将来慢慢久而久之，你心若是熟识，你自心所起的这些迷惑的声音你都放下，这些心放下时，你那个觉心就大明了，你将来是在觉心中看你的心中音声的起伏、哎、你音声起伏时，你还是那些音声吗？不是，你是看得到它，所以那个叫大明的。这个时候叫什么？这个时候音声起伏处你已经都不是因身了，已经看到觉体的清明了，但是觉体的清明时，何妨任其种种因身呢？所以他能够讲尽过去凡情中的业力种种变化了，这个才叫什么，对吧？这叫做狂心若歇，歇即菩提。你看到那个因身，你还是他吗？不是，狂心已歇，但你不知道那些因身么清楚，歇即菩提，大觉。就像刚刚我讲到声音一样嘛，男生女生车声水声，你若是心清净时，你怎么听都清净，你不但清净，你还一时能够让他同时都能听，你都不觉得吵杂，我都不会觉得有所破坏。凡夫在心清净的时候都有类似的一些啊法喜啊，何况你将来心清净都是这样的，一切感觉都在，从来不是啊。
所以那个时候啊，你才知道下手处嘛，你那个时候你就不会有怀疑了。那是汉传佛教直接教授弟子的下手处啊，直下了当啊，也就是《法华经》最后讲的，对，最初讲的“唯此一事实，于二则非真”呢。因为你就是在一切念头当下，就连你那个声音告诉自己说：“我已经找不到了，我没办法用功，我根本不知道如何下手”，你都能够知道，如是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作，相信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你都能够知道这一念的实如。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你念念已经在参那个感觉，念念不随任何自己心中所起的声音流转。而是《法华经》最初讲的实无是啊。你将来就在每个念头之中都知道它的实如实，你能念头不必避开，因为你知道它的本末因缘时，你突然会发现你将来住的是能明白本末因缘的清明，看一切本末因缘。这个时候你已经叫跳开滚滚红尘了，你根本不要再说跳开其他什么烦恼，根本没有烦恼可跳。你用到如是心了叫常住啊，那你用不到如是心了，那就性远了，那就性远了。因为你不知道原来是根本自信之中必定能达远的妙明，你就变成了从此以后违背自信的根本的远离了。你要是做到这个根本的远离了，将因功一抹牵了。明明都是觉体的妙明，看到的是感觉，可是觉体的妙明，你看到感觉时，你把种种感觉当成你的妙明的本体，那个妙明的本体变成根本就是感觉之中的随逐的那种贪染，那叫淫功。你抓着这个贪染，然后把它当成觉体，就好像在抚摸这个觉体，就好像镜子正在照射之时，整个镜体的表面就是镜色，好像在不断的抚摸，如是镜面。就在这个伏抹如是镜面处，觉心就在感觉伏抹你的觉心的根本的光明处，你已经性乃迁了。要不明白处就是狗不叫啊，性乃迁了，都已经抹迁，就在这伏抹处抹迁了，就已经开始抹迁了，对吧？佛心心已悲化，大觉根本就是在根本大化，化悲啊，就是大化同体的大化之中。大觉从来不二不昧，叫佛心心。你就算在感受之中你不认，你叫做凡夫，但是你觉得凡夫这个觉体，它永远还在你心底深处，在你八十田中根本如法供养你。那一念你不认，那一念心，它却是能够照见你现在不认一切感觉的最初的眼目，最初的大明，那是根本自信的灵鹫。灵鹫啊，为什么讲灵鹫山的灵鹫？灵鹫叫鹰，啊，准，它非常眼睛非常利，大觉心性的眼目也非常利啊，再黑啪就到黑了，但是能够啪到黑的是你大觉的面目啊，所以都在灵鹫山说法。就是这么快的眼目，啪，这么快去的音准。可是你看错了，就是再黑说黑，再白说白的种种的堕落。你明白时，就是在哪里回头，就是在这个眼目这么犀利的眼目，马上就躲在任何感受之中的差别的眼目之中。你知道什么？你知道世尊常在此地宣说法要，你心性的光明常在此地宣说法要。所以佛心心一悲化，大化都没有离开过，就是在这些差别中大化。智昭昭以昼言，你明白这个大化处，明白这个差别处，所以你就算现在已经躲在淫事阴功伏魔这种困窘当下，你只要在这种困窘一感受现前这么样强在的实力，就如同刚刚讲的，你明白，你突然有个念头说，我怎么都没办法修，我根本找不到下手处，我根本都听不懂，我都不知道怎么办。这一念，因为你明白是觉，所以你连这一念心中所起的，你都是拿觉心来看它，根本不随它。这已经是什么？这已经你感觉到心中就有一个力量，念念在为你
脱离这一念的惑浊，念念在为你拔除这一念过去的刚强的那种迷惑。这是谁？这是大智文殊现前，将纣王护啊，智昭昭以昼也。那个大智，那个知心之中，自然而然在你心中就能看到什么？那个心性之中的往复、往来、互有。这个是前言啊，前言虽然又浪费，好像可能要几堂课，不敢讲浪费了，这都是需要的，可能几堂课才能讲得完。但是没有这样的，先把这些啊《楞严经》的一切的心态带动起来，我一下开始就讲如是我闻，你大概听不懂先把这个大纲总纲的心态带动起来，你才知道那部经原来它是这样子要去解读的。那你就相信什么叫做开智慧的楞严啊？大众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弟子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Thank you.